那个做梦啊，梦见，梦见我们用车，好像是烙了一车的黑颜色的软的，那个像一块块沥青的啊，一块一块的啊，像又像石头又像沥青，但那个材料是软的啊，那个种黑颜色的一块块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卸，我们就卸货卸了，卸在卸在地上面和卸在台阶上面，卸了台阶上面以后呢，准备向那个车拉过去绕过去，把它用小车拉，这样省一点嘛。卸完了以后才知道那个路是不通了，那重新搞一次的话就很麻烦。正在这样想的时候。过了以后，我们又回到一个房间里看，哎，人家已经把我们那个卸掉的，堆在地上的东西卸完了，处理完了，就是把它做成的被子，做成像个被子一样，原来一块块黑的嘛，一块块就，连起来了，外面的呢，搞了粉红色的那个棉纱线，好像那个围起来。做成被子似的啊，就放在床上了。哎，我想这个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一看一个跟那个房间呢，一个房间的那个墙啊，墙还，人家也刷白了一下啊，但是没刷完。我一看，只刷了一点点，没刷完。然后呢，这一块呢，还有点的毛毛躁躁的没搞好。这边也刷了一下啊，没刷完。就是看到那些场景，最离奇的那个那黑颜色的东西没有指望做被子用的，他竟然人家做了被子用。然后呢，我们本来要出租一个什么东西啊，正在这个时候，本来我们出租出去的，或者卖给人家的那个黑颜色东西做好被子一个，既然有个人说他说，哎呀，这样不如我们出去一下啊，把别人的那个被子收购回来。呀，我想说这。明明是我们要出租他，怎么又收购回来呢？收购别人的呢？那我就有点迷糊了，到底是要干什么事啊？哎呦，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，刚才我说描述的时候，看到天上有云呢，在天上有云。现在呢，我看到那个，河里小溪水呀，小溪水里有好多那个鹅卵石，水呀，慢慢在流动啊。这以前呢。突然，现在那个河里啊，流出来很多的黑色的液体啊，黑颜色的液体啊，在水里流动了啊，这个是，这个是外星人搞的核物质啊，往上推啊，推了以后，在往上推的同时啊，把地下的一些黑颜色的东西推出来了啊，推出来就跑到河里了，这个玩意呢。清净有点清，比较清，有点像那火山灰的这样空心的，有点可以浮在水上，但还好，它是一块一块的，不是液体它是好像是我们以前见到的火山灰形成的一块一块的，可以飘在水上面，一看来说是个固体，但是呢，里边有空心的，空心的呢。空心的呢，跟像做成一块块，如果用那个棉纱线连起来，可以当被子用空心的就可以保温，而且很轻，可以像被子一样的难怪我梦见的被子，这个就是从就有点像火山灰这样的，从那个下面被推上来了，推上来了浮在水面上，浮在水面随着水面在飘，这个呢是在。曾经在地下形成的一种东西，以前呢，如果以前呢没人碰它呢，反正在水下，现在有人碰它，就把它推起来，推在水上的话，随着水面在流这个就是很轻很轻，像棉花，既然就是就可以做成被子外面弄，再用那个线，把它那个围起来，围成
闻一下子的话，他就可以做成被子啊、哦。那个梦里面就看到那个被子在那边就搞好了一个，外面里边是黑色的，外面就搞了那个棉纱一样的东西，就飘在水里，可以当被子做啊、可以保暖啊、也就是说，过一段时间或者接下来一段时间，人家就会描述水里飘了很多黑色的东西啊，就像火山灰似的啊，这玩意儿是从地下。推上来的啊，去外星在去核物质的时候，有东西往上推嘛，往上推的时候，那个顶上来了啊，会发生，会看到这个场景以后，最近的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